驰和冯小刚是中国著名的几名导演，他们给中国观众呈现的作品广受欢迎。周星驰因其独特的无厘头个人演技方式备受关注，经典代表作《唐伯虎点秋香》《大话西游》《国产007》《食神》《喜剧之王》《逃学威龙》带来观众们无穷的欢乐。周星驰有中国卓别林之称，冯小刚中国大陆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之一，经典代表作《甲方乙方》《集结号》《大腕》《手机》《天下无贼》《非诚勿扰》。冯小刚擅长商业片，作品风格以精卫儿喜剧著称，他将喜剧精神、世俗精神以及平民精神植入到电影中，为中国电影产业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电影范式。冯小刚最近正在准备《手机二》的拍摄，因为这部电影，冯小刚和小崔成为了热议话题，从而牵出了娱乐圈的很多内幕事情。作为小品之王的陈佩斯曾经说过，周星驰的电影非常好看，虽然没见过本人，但是周星驰有他自己的魅力，不然怎么会被叫做星爷？但是对于冯小刚却给了另一个评价，直接回应了两个字，没看。估计冯小刚听到后好扎心。有网友评论，